这也是有名的 Bourton on the World， 不晓得为什么有名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这里的建筑其实，说实话，其实也是四五位数。这个 Bourton on the World 就是有清澈的溪流，在 Cotswold。难找，这里他们的花园就是每个人都整理得还不错，家家户户美式英式风格，英国人确实是古典。昨天老板娘叫我去用烘干机的插头充电，一次要投币1英镑充半个小时充电，我觉得很不划算。后来在厕所发现一个刮胡刀专用插座，就插了以后就可以免费充电，整个全部充饱，完美。